凌晨五点，晨曦中的城市还未苏醒，准备早餐的人们早已开始忙碌起来了。在聊城人丰盛的早餐桌上，有一道最具特色的小吃——瓜搭。瓜搭是一种煎烙的馅类小食品，尤以沙镇瓜搭最为有名。这种肉蛋混合馅做出的美味，有个富有诗意的名字——风搅雪。外皮酥脆，馅料十足，咬下一口，唇齿留香，美味至极。聊城人的早餐从不单调乏味，酥脆诱人的冬瓜结扒皮果子，隔皮渐馅、肉香鲜嫩的临清烧麦，米豆香浓郁的魏家湖粥，每一处摊位都洋溢着满足与热闹。采用不同的制作方法，赋予同样的食材以不同的味蕾感受，是聊城人最拿手的。高糖老豆腐的白嫩爽滑，托板豆腐的嫩而不松，临清徐家豆沫浓浓的五香味，口味上既有相同之处，又各具特点。